我知道灵界之人对仙界必有不满之心，可是不满也好，怨怼也罢，还望王爷和灵界之人拿捏分寸。这三界唯剩一个神了，没有人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所以仙子的意思是，灵界心怀不轨，利用我勾引行止，意图削掉行止的神格。说吧，要打几个手掌心？爹爹，别打我们！爹爹，别打我们！还不赶紧给王爷道歉！别闹了，快走，快走，下去。